我爸回我一句说：“啊，你就是外婆菜啦。”哇，每次回台南，妈妈都会煮很多好吃的给我吃。妈妈，我爱你，我会爱你永远永远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慢点等，阿母啊，你慢点等，你一定有真济话唔捌对妈妈讲过，因查甫囡仔嘛。来，今麦等妈妈那边，你要甲讲啥来？哇，说这个太勇敢的说，因为真的刚好刚好，其实妈妈不知道今天有，就是我们的主题是跟母亲有关，然后哦，真的是很巧。然后其实上一次妈妈看我在来看我工作的上一次应该是13年前了，就是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。然后到现在，妈妈比13年前还年轻哦，差不多。龙某本，因为其实我们家是单亲，是，所以妈妈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软肋，对。然后很开心，我觉得今天能够站在台上继续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让妈妈看见，还有我的家人。其实我有看到我的哥哥也有来，阿哥我那里亲哥啦，亲哥哦，就是大嫂，大嫂的家人，哦、对，很谢谢他们。他们都是台南人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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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妈妈。这个新妇会使袂有通过无？哇，妈妈，妈妈你太高追嘞！啊，你唔着讲啥物话？哇，先表白一下，嘿，无这机会呢。其实我跟我妈妈的个性很像，就是我们直话直说，就是我们都只求对决，但是到了这种时候都没办法。不要再转弯了，说，已经不是我爱你那么简单了。哎呦，来，我觉得直升深呼吸，把眼睛闭着，内心里面一定有千言万语，其实很难形容，就像你在诠释一首歌一样，那是一种恩，那是一种光，慢慢的说，把眼睛闭着说。谢谢妈妈，从小把我跟哥哥拉拔长大，教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事情。让我们学会认真去面对生活每一个挑战，纵使我们遇过了太多太多的难关风雨，我们依然是一家人，我们依然在一起。妈妈很辛苦，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哥哥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幸福，让你好好的休息，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想去想要的地方，想吃想要吃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让你安心的去享受。谢谢妈妈，谢谢。那个那边那找给他们的呢？是，你不我是找给他吗？你本身是、哦、你本身是妈妈？我是妈妈，对。妈妈辛苦了呢。我 OK 啦，我觉得其实我每次看你的 FB， 只要你跟你女儿中间有一点点感觉的重叠，我都觉得好幸福哦。是，她有时候她在英国嘛，有时候她看到一个你最喜欢的娃娃，对，就是说这是我妈的菜，对，我会帮她处理。对，其实那种感觉让我都觉得啊，我们妈妈不在的人都觉得、哦、哇，就缺那么一点点。我们希望一种连结。那还好，现在有我们自己的晚辈，是自己的女儿，自己的儿子。羡慕你哦，是哦。有没有什么跟你妈讲？你要跟你妈讲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我15岁出道，我就去台北，以前没干嘛，公爱打刚卡电话回去啦。可能有时候一打都是可能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以后才想到啊，卡几通电话回来后厝。哎，我觉得很妙的是，我妈妈现在80几岁，起码打刚拢会卡好哇。都问我讲，阿、啊、你咧创啥？你今天回家了？阿、啊、你辛苦呗？以前我可能会觉得，哦，啊，对，每天都问一样的，好，觉得有点烦。不可以。真的说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都啊，当然都是邓癌阿是啥？你知道吗？每天打，每天打，有一天他没有打。哎呦！我想讲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今天没有打？我就打电话邓去，哦，原来他今天身体不太舒服。所以伊都无卡电话来给我，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很珍惜我妈妈每天打电话给我，就算她没有打给我，我都会赶快打回家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今天来无卡好哇？”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。是，所以我就还蛮感动。前阵子她跟我爸爸两个人都身体不太舒服，哇哦！然后我又因为忙音乐剧都没有时间回家，
所以我就觉得很懊恼，觉得说啊，我们都小孩都不在身边，就觉得很对不起他。结果后来反正就安排好，他们就反正检查也没什么问题。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爸，我就说哇，听说你那个检查没问题了，很开心吧？恭喜！我说你放心，菩萨拢在给你保庇，你没问题，你免烦恼。结果我爸爸讲了一句话，我挂完电话，我哭了很久。我爸爸我说菩萨在保庇哦，你不要担心。我爸回我一句说，啊，你就是我的菩萨啦，哇！我心里想说，我何德何能，自己每天忙到都没有时间陪伴他们，所以我都觉得说。大家如果有空，真的每天给父母一通电话，就算没有讲什么，跟他们闲聊，他们都会很安心、很开心。嗯、对，掌声鼓励起来。好，跟妈妈讲几句话。我刚刚听大家的故事，我就已经有点想哭了。然后，因为我其实是台南人，就是我跟大家一样是台南人，然后我现在北漂工作这样子。哭吧。跟妈妈说两句。好，然后就是每次回台南，妈妈都会煮很多好吃的给我吃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很久才会想到说，哦，要打个电话给妈妈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也是觉得她就是很默默的在支持我。然后就算我有时候也是蛮，有时候也是蛮，蛮多困难的时候，但是她也都是就是当做就是。应该后面的很强大的力量，就默默的为我祈祷。妈妈，祝你永远都健康快乐，然后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掌声鼓励。大家好。哎、掌声。龙妈妈也是江志峰老师的妈妈。嗯。今天给龙千五这地位啦，江志峰的地位跟江志美，拢会感谢龙妈妈。好。大家的照顾，睡眠大家的照顾。你搞生囡啊，你搞嫁，这早间你有满意不？就满意耶，很满意。因为他最近又跟个那个保险，他说我就看他说为什么要保险呢？他说因为人生啊无常，人生无常哦，所以对对，就给我保一个给我。保给你，对，这里不哦。他对他保给我，哇，对他很孝顺。他说以后我老了，他不晓得哪一天人生无常嘛，不然哪一天会怎样？那你怎么办？你没有人。其实我兄弟姐妹大家拢足友好的啦，但是因为这几年吼，经过太侪无常，所以其实我嘛足惊的，惊讲万一我若有一天忽然间离开世间。当然，我的小弟小妹也照顾我妈妈，但是我感觉讲，然后妈妈有一个保险，妈妈是不是会更加安心？我的妈妈呢，跟我住，你看，我感觉我是兄弟姐妹内底呢，得到满满的爱，得到妈妈上盖最上盖最全部的爱，拢在我的身上。你看我妈妈哦，伊每一天唔拿照顾我的生活起居。煮三顿给我吃，哇！而且我心灵受创伤的时候，妈妈阁陪我去上心灵的课程，哦，真好。是，妈妈，我妈妈真个足秀啊！你知是安怎？偏偏我甲我兄弟姐妹啊，有当我寒较重的时阵啊，我妈妈拢会买给我寒，我妈拢讲我寒寒寒寒寒，皮箱安尼拖咧，我妈就惊，我妈妈。你袂记啊？你已经几岁啊？你当初你搁二十几岁吗？对，所以我想要跟妈妈讲，就是讲妈妈，你做你放心。你从我出道的时候就一直照顾我，然后为了我，让我完成我的歌唱事业。你跟爸爸两个相隔两地，然后弟弟妹妹也输，也缺少了母爱。所以说妈妈，你用你的生命保护我，妈妈，我也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你放心，我会爱你永远永远。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乖，他真的是很乖的小孩。所以妈妈，你没烦恼。好小啊，对。我妈妈，我妈妈也烦恼。我讲妈妈，你都没烦恼，我弟的你都没烦恼。就算我走了，我也安排好。你妈没，没啦，没得代志，真的。